嘿，我的伙伴，还记得想要征服世界的我们吗？想要成为高手，难免会有挑战，但有你在，区区挑战可难不倒我们。因为被称为英雄的不只是我，而是并肩战斗的我们。啊，就到此为止了吗？还有这片星空等着我们征服。来吧，伙伴，和我一起，让整个星空都为我们闪耀。全新系统英雄之路即将上线，英雄熟练度新等级即将开放，玩家与英雄共同成长，通过积累熟练度并完成生涯徽章成就，即可晋升全新等级。生涯徽章模块将记录玩家与英雄的共同经历，铭记各种高光成就，同时这些成就也将变为生涯勋章，长久保存。随繁星渐亮，玩家可以达到更高的生涯徽章等级，让满天星光为一路前行的自己闪耀。积累足够熟练度和生涯徽章等级后，玩家可将英雄熟练度等级提升至巅峰以上，获得更华丽的荣耀称号展示。等级突破至神话，特效表现还将再次升级。同时，玩家还将解锁战斗风格称号，自由定义自己的英雄。对局前后，该称号都可以展示给所有同局队友，展现专属的英雄战斗风格。英雄之路系统上线，与英雄们一起点亮浩瀚群星。